拘留就是拘留，用不着跟我说那些没用的。不管您信不信吧，反正那该说的话呀，我也都说了。现在呢是各位厂长们正开会研究呢，来师傅。我心里明镜似的，这些年你一直对你师父有想法，认为我偏心眼儿不待见你。我没有，师父，没有。其实啊，你到现在也没明白我的心思。哎，对你们这三个徒弟呀，我看的是真真切切。顶叔你学问大，当然了，城府也顶叔你深。遇见啥事儿吧，不用我点拨，你自个儿就能有主见。我说多了，你不得嫌我唠叨吗？师傅，那个以前的事就不提了吧。对你们这三个徒弟呀，要说偏心，我都偏心过。对对对，对你大师兄偏心过，因为他是老大呀，他要不着调，容易把你们俩带坏。我不怕你生气，他要是没有进去这个事儿，当车间主任比你合适。是是是，哎，师傅您先坐下。我也偏心过你呀，我眼巴巴的盼望过你能干出一两件让大伙从心眼里佩服的事儿。可惜呀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勉。对小三儿我偏心，其实那是爹疼儿子，我从来不避讳这个。其实我对他要求最严呢，打过他，骂过他，你说过我装腔作势，那你说说，他在我这得过什么好处？涨工资啊，提级啊，干清洁活啊，啊，他得过什么好处？你说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这不是我车间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。啊！我在最后跟你说一遍。哎，好人难当啊，实在当不了好人，那就当个老实人、厚道人。我说完了，你走吧。哎，那。我走了。放呀！放呀！浴缸呢？接着没有啊？接着了。哦，出了拘留所就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不说。只说没时间了，要去找文安。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呀？我拦得住他吗？我还想跟他一块儿去呢，他不让。哎，我听说厂里边已经把浴缸保出来了哈。秦主任，我们替浴缸请个假，他去找文安了。他说要是找不到他，他就不回来了。至于去哪儿，他没说。哼，给脸不要脸。不要脸。别闹了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说好什么了？说好是你们要找着我弟弟，可现在呢？他都走六天了，连毛都不见。还说是兄弟呢，有什么事儿去办公室说不行啊？这么多人在这闹好看呢，就在这说，当着全场人士面说清楚。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？对，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？怎么跑到工厂来打人了？太不像话了！有事可以通过组织吗？再说你们也是女人，干啥这么寒碜他呀？把他整走！没事，整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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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领导，你处理吧。都冷静一点。你干嘛的？我是文安领导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吧。慧茹，别想那么多了啊。
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你说你这不出个声，你得吓死人呢。事情总会过去的，啊，没事儿。你说句话呀！啊，没事吧你？丁儿，喝点水。行了行了，全都别围着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董团长，您是不是精力旺盛啊？啊，你也是个堂堂的副厂长，居然撺掇文案的家人来厂里闹，这么搞是不是太小儿科了？哼，我只是关心文案的下落，我给他家里的人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哎，这怎么了？我是厂里管保卫工作的，我问问又怎么了？你太过分了吧，董厂长。我跟文安大姐谈过了，我知道您是怎么跟她说的。啊，您跟她讲，我们四车间根本没有花精力去找文安，您还跟她说让她不要相信段玉刚的话，这都像是个当领导说的话吗？听过没有？你现在公然和我叫好，死气中山狼。得志更猖狂，还没有得志呢。董厂长，我现在来就是重申一个意思，啊，您别老给我们四车间念紧箍咒，我现在需要四车间安定。如果您想较劲，您跟侯厂长较去，对不对？咱们之间啊，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。没事了，别想了啊。慧蓉，擦把脸吧。不用了。喝点水。喝点吧。严师傅，怎么样？没什么事了。那个严师傅呀。我没事儿。这件事儿啊，起根上怨我，谁都不怨，是我自己活该。其实我早就该死。小弟儿，你不能这么想。谁都不用劝，我心里都明白。行了行了，你那个回家好好休息一下，别瞎想。后边的事情我来帮你处理，啊，那个黄勇，找几个工友送小丁回家吧。不用。我可以自己走。没事的。我没事儿。哎，慧茹，我陪你去吧。哎，我也去。送到家啊。黄勇，哎，你来一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老兄弟，啊，你去盯班去吧。啊，严师傅，那我盯班去。哎，师傅，那个到办公室坐会儿吧，好吧。黄勇。哎，广州就是不一样啊。啊，好啊！来，过马路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吧！厂子里边要给咱们四车间配备一个副主任，已经征求过我的意见。那个，哎，组织上征求你意见，你没有必要跟我说。不是师傅，您听我说完嘛。我推荐了晃悠，我希望如果组织上找您征求意见的时候呢，您能替晃悠说几句话。如果组织上找我征求意见，我会对晃悠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。你当晃悠的面这么说话，这是不对的。不是师傅，不正派也违背组织原则。这个人啊，这您哎，师傅。
忘了，我师父这个对这种事情敏感。其实，厂里边定这个副主任的人选，特别是侯厂长吧，是非常尊重我的推荐的。今天把我师父请来，主要是想上一个双保险。我没想到，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为什么推荐我？为什么不能推荐你呢？你看你，常年担任班组长，在思想上又比别人成熟，车间里需要你这样的人。这，就算我送你的结婚礼物吧。这件事，你再让我想想。怕得罪段玉刚。胖友，你记住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，更没有永恒的敌人。厂领导班子在决定车间副主任人选，大概还要几个月时间吧，这段时间够你考虑的吧？人生能有几回搏？我嘱咐你一句，像咱们这代人啊，那一般都是活在别人已经给咱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上，很难遇到十字路口。可一旦遇到了，你就要把握住，明白吗？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刚才小丁一出厂门口，就钻那个车轱辘底下了。快点叫救护车啊！快去叫救护车啊！你们，你别着急，司机去找警察了。他是自杀，我看得真真的。没错没错，他自己往车上撞的。不行，你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，快点叫救护车，求你们了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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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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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往前挤，都别往前挤。小丁，怎么办呀？快快去拦车，快去啊！都别挤了，大家往后退。谢谢你们，都别挤了。哎，都别挤了，大家配合一下啊！你干什？哎，刚子，找着你小弟了吗？那用问，肯定没找回来。找着还不带回来呀？正好货齐了，咱今晚就走啊！嗯，再待一天。再待一天？这广州这么大，到哪儿去找去啊？你放着正事儿不干，有枣没枣乱抡杆子。他那么大人能死啊？你不知道，这孩子在家里边就特别娇气。娇气？娇气怎么了？娇气还往外跑？这种料啊，我看死了活该。你别来这个啊！我现在正憋着一肚子火呢。你有火是吧？你有火来，把我撂这儿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这几天就老阴沉个脸。玉刚，咱是哥们儿是吧？我们拦着你去找人了吗？你找不着人，你怪谁呀？再说了，这块料来没来广州，你自己都说不准。你行了，就少说两句吧。反正我们的货已经上齐了，也没什么事了，就再待一天。明天我们仨一起去找，赶紧点货吧。是一辆解放牌卡车，把小丁撞出去20多米远。医生说是皮破裂，三根肋骨断了，头部受伤，具体里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，现在还不知道。有生命危险吗？现在不清楚，正在抢救中。医生说血库的血紧张，我组织全车间的轻工过来验血，看谁是 O 型的。我是第一个验的，可惜我不是。你们车间怎么就安静不下来呢？是我的责任。在哪验血？我是 O 型。厂长，您别去啊。带我去。他。哎呀，谢烂着我了，我就这点能耐了，你们还得盯着生产呢，拦着我干什么？你们呢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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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我们在呢，现在轮不着您。行了，有能耐都长一身 O 型血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血型够了，我帮你收 O 型血，他这往过赶呢。是啊，是啊。谁包着呢？严师傅，严师傅，师傅，哎呦，你严师傅，哎，严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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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着了，哭着呢。厂长，怎么了？劝劝严师傅，他要去献血。老爷，我应该献血。老爷，你别说了。如果你身体没问题，你不献血，我也不答应。厂长，我对不起小丁，我张罗给他接了份信，人家还没我闺女大呢。这要出点啥事，你说我这心里过意不去。你让我献血吧，老爷。
造成这个结果有很多原因，过后咱们一起反省行吗？现在你一定要稳定情绪啊，给年轻人做一个好主心骨。厂长，人老了，耽误了主心骨，让我歇歇吧。过会儿啊，先跟那家人来了，你带着大伙到手术室门口等着，啊，我需要您呢接待他们，你明白？ 好吧，我听厂长的呢。厂长，今天小青同志表现得特别好，在处置现场一直抱住小丁没放。没有没有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我先验血吧。哎，同志们，厂长要为小丁献血了。有这样的好领导带领我们，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可以克服。对对，做报告呢。 你干嘛呢？哎，你到底能不能挑起四车间这副担子？如果没有董副厂长给我们下绊子，我敢拍着胸脯说，2个月了，我们车间的产量没有掉下来，这是车间的主流吧？哎，董副厂长为什么突然跟你矛盾这么大？ 侯厂长，今天我就直言不讳地跟您谈谈。董副厂长是咱们厂坐地提拔的干部，他一直为当不上正厂长而耿耿于怀，您的前任就是被他这样排挤走的，您清楚吧？嗯，就谈你们的事儿。他认为我是他一手提拔的干部，就应该效忠于他。 我承认，我和我的师傅之间在工作上确实有一些分歧。我曾经把这些苦恼跟他讲过，当时您刚来几个月，我也没机会跟您倾诉。可是，我总认为跟领导及时沟通是一种工作方法，不是什么拉山头搞帮派。好了，你坐下说。 后来我主持了车间的工作，他呢？他认为我不听话，那听他的话是什么？正直工人吗？我知道您一直是爱兵如子的，这2个月以来，我一直默默的学习您的管理方法，这可能就是他记恨我的理由吧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总之。 你要把生产抓上去，侯厂长，我保证完成。高压60，低压40，5分钟以后加酸，我去开反应罐。兄弟，你摔谁呢？你不会喊我爸啊？你还劲劲的，是不是？ 我摔别人，我对得起你吗？啊，兄弟，大王献没献血？200 cc， 我是 A 型，我要是 O 型，我还不信呢。我屁股，我给你一枪啊！我在假模假式的往你枪口上，我给你粘个伤势指头盖儿啊，对不起，行吗？行不行？兄弟，你要想找人算账，找人安局，记住，是他逃跑，才出这么多事儿呢。别说这些。 要不是大王告密，陈一光没能抓着把柄吗？万一能不能跑，这个弯你绕不明白呀！
生说了，就看这48小时他能不能闯过来了。他怎么这么傻呀？玉刚，咱这今天又找了一天也没找着，老这么找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要不然咱明天坐车回去吧。别呀，算我欠你来不行啊？回头我请你们喝顿大的啊。你跟我说这个，你真是变了不少。哎，白马，嗯，你知道来的时候在火车上他问我什么吗？什么？他问我你知道橡树和木棉树吗？我开始还以为啊，他要弄些木料打家具呢。嗯，我说不知道啊，没听说过这种木头啊。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合着他学过念诗了。哎，那叫什么诗来着？哦，枝橡树，枝橡树，说有一棵橡树和一棵木棉树，两个树搞对象，还非得种一块儿。你就没文化吧你？除了《少女的心》和《塔里的女人》，你还看过什么呀？我看，都是你那女大学生把你教的。对，我看也是。来来，喝酒。来来来，你可得好好算算日子了啊！今天已经是星期一了，星期六你可就该办喜事了。幻耀哥，这是我们班上四个人给你随的份子，嗯，一人20，总共是80。谢谢了啊！大汪的份子我不要。你们家老爷子治病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谢谢啊。你不收我的，是你还恨我吧？还是你看不起我？这是大汪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吧。行，什么都不说了，谢谢啊。哎，旺友，你看你，你都快结婚的人了，怎么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啊？今天有点累了，哎，那这个是我张罗给你敛的份子，你们组的小青年啊，随了多少我没管啊，这是咱们车间其他人给你随的份子，哼，你看有随5块的，随10块的，我都给你记上了啊，你自己看看啊。谢谢啊。哎，你这婚礼定在这个星期六是吧？你也该这个歇歇班，回去好好准备准备了。星期六不办了，往后推推。啊啊，不是又怎么了？没怎么，等玉刚回来。小丁出院再办，嗯，我的婚礼他们必须在。晃眼，这结婚定好的日子哪有随便改的？没有天塌下来的事儿不能往后推，不吉利。我已经决定了，等定下日子我再通知大伙儿，到时候一定得来喝喜酒啊。不是，这又是你脑瓜子的一热自己想的吧？媳妇儿答应吗？就这么定了。够哥们意思。行了行了，别起哄架秧子了，这好不容易把丈母娘给哄顺了，这不找别扭吗？你干什么呀？啊？你这不是跟领导唱对台戏，你这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跟大部分领导都可以沟通，不存在唱对台戏的问题，比如侯厂长啊，齐科长，你少分类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，厂子里面人际关系多复杂，耍哥们儿义气，你让领导怎么提拔你？这不是哥们儿义气，那是什么呀？是人之常情吧？那也不行，我自己的事儿已经定了。浩洋，我平心静气跟你说啊，你跟玉刚私人感情好没问题，你可以单给他补一顿喜酒。至于小丁，当然了，小丁能不能醒得过来，这还是个问题呢。小丁一定能醒过来，就算他伤好不利索也没关系，只要他能坐起来，我用担架抬，也把他请过去。浩洋，黄英。你可想好了这样做的后果？
秦主任，没那么复杂吧？能有什么后果啊？哼，这里面只有我和玉刚还有小丁的情分，没有别的。领导提拔我，其实我挺高兴的，说不高兴那是假话。可我不能因为这个改变我做人的原则吧？如果你认为我不适合当副主任，可以不再推荐我，我没有任何怨言，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。我继续当好我的组长。不在现在小子吗？啊，你从那儿给我抽啊！哎，同志，师婆，你干嘛呢？我们盯你好几天了，你不说话，就敢往外走一趟？别动，老实点！别跑，站住！跑什么呢？你来，同志，同志，别动手！哎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哎，你哪儿的？对不起啊，那个，他是我徒弟。哦，我是那个东海市填海号工程的。这是我证件，您看，我叫段玉刚。哦，我们都是化工厂的。这是我徒弟。干嘛呢？都是从东海来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误会了。那个，他是离家出走了，我们找了好几天了。把他看紧点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添麻烦了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添麻烦了。走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工厂的生活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是好是坏啊？好的事情占得多，比如你为了他们推迟了婚礼。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不可能发生的。我跟玉刚是过命的兄弟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的婚礼他一定得参加。哎呀，我倒是想啊，他们现在找没找着门来？他去哪儿找啊？世界这么大。放心吧，他是师傅，最了解自己的徒弟。我说，等玉刚回来，我觉着你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等他回来，我会好好跟他聊一次。病人醒了，真的？我去通知医生，你们先不要进去。谢谢医生，我请客，我请客。等小丁好了，我请他去吃西餐、炸鸡排、焖灌鸡、奶油烤鱼，都归我请，你们谁也别给我争啊！行了行了，别看了，赶紧吃吧。慢点，慢点，别噎着。慢点，啊！来，喝点水。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你小子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我呀，我答应你。只要你能考上大学，我就让你上回天，怎么样？
小丁儿，丁儿，丁儿，你是昨天晚上十点才醒过来的？大大前天下午两点撞的车。是啊，你都昏迷了快56个小时了。心了啊，好好养伤。我想死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以前我割过手腕，摸过店门都没成功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死不了，连老天爷都不让你死。我死了，就能给文安家一个交代了。知道那些事情在你心里抹不掉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大家这一次争着抢着为你献血，你晃悠老兄弟大汪，还有曹姐，连侯厂长都给你献了200cc血呢。小星也献了。你看你现在身上流着这么多人的血，你还舍得离开我们吗？婷儿，你以后就是属猫的了，你有9条命，想自杀死不了，光折腾大伙了。以后你再也不能干这种傻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大伙已经许愿了，等你立起个来，我赵宝生请你去吃西餐，我喝出一个月的工资，37.5块，咱全吃了啊。你还有啊，为等你伤好，这晃悠把婚礼都推迟了。他一定要你参加他的婚礼。是，等结婚那天啊，你们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替我接亲去。行了行了，这是想开了。我还趁机摸了二位漂亮姐姐的手，我平时哪敢啊？陆霞萍，希望玉刚能把文安找回来。我就是再想死，我也得见他一面。那样的话，我也就可以死得安生些了。你看，怎么又说这话了？别瞎想了啊！我们大家都陪着你呢。小身子板这两天都严重营养不良了，哎，不是刚子干嘛啊你？啊，你这不行，刚子，这一会儿出战的时候肯定会因为超工挨罚的，你这。没事没事，一会儿就正常有说有笑的啊。那要是给拦住了，我正好做掩护，啊，来，走，你就说没事，你去吧，没事，好，来，跟上我们，走，走。家屁崩，一关崩的，哎，啊，走。
这么大的包装什么东西啊？棉花，棉花，随便捡。哎，行行，你们现在先，哎，行行行，别挤，别挤，挤什么呀？挤让让，挤什么呀？棉花，哎，真是棉花，棉花，我妈后头捡，捡捡捡票，捡票。严师傅，浴缸和文安全都在外面呢，他们不敢进来，也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见他们。谁会害臊啊？嗯。严师傅，您别发火啊！浴缸他也是怕您着急，怕您激动。对，我不激动。严师傅，我刚才看您桌子上有那个速效，要不您先含两粒。我不含。严师傅，您还是含两粒吧。师傅，我把文恩带回来了。文恩，谁呀？过去。师傅，是我教徒不当，您打我，我替文安给您消气儿。臭小子，这回你呀，就错了这么一点儿，其余的全对了。完全对了，这才是你爹的好儿子，我的好徒弟。傻小子，你看见你师父了吧？你别看我平时老是批评他、教育他，今儿我要跟你说，你师父真正出徒了。因为他知道怎么对待徒弟了。你别忘了你师父对你的苦心，记住了吧？哎，你师娘去买菜去了，今儿个我在家里头给你们俩接风洗尘，好好跟晃悠喝几杯吧。为了等你，他把自个儿的婚期都推迟了。我啥都不说，我替你操持。嗯，什么时候？4天以后，10号。玉刚，小丁他。文安呐，你刚回来，赶快回家看看去吧。你几个姐姐啊，都急死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文安，我陪你回去。走走走走，玉刚。玉刚，小丁。小丁是不是出事了？多晒晒太阳对身体好。哦，好多了。嗯。傻瓜。谁不会啊？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你没活明白就死，你决战有出息是不是？你别说了，是苦的，是甜的，你总得把这味儿尝够了吧？你把这味儿尝够了，品明白了，你再去死也不迟啊。咱们今天把话说开了，啊，你有冤跟我诉冤，有苦跟我诉苦，行不行？找到没有？哪有师傅找不着徒弟的？我给他带回来了。灵，快说！
人呢？他人呢？现在在哪儿？你别着急，我先让他回去了，让他过两天再来看你。啊？你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走，没事，回屋吧。走，走。看你。